门口有一只乌鸦啊，刚刚从我们头顶上飞过，还在那边叫。大白现在盯着它呢。人家说乌鸦来叫不好哎。要走了。我们要不要走了？我们赶紧吃完饭走吧。乌鸦叫的地方不能简单呀。嗯，中午就简单的吃一个蛋炒饭啊，放点胡萝卜、香肠、白菜，再放个饭就行了。嗯，不要惹乌鸦啊。在那边找吃的呢，乌鸦。吃完饭了，已经三点了，再不走，等一下又堵车，又晚上了。看看，应该能打得着了吧？应该能打得着了吧？哎呦，你看看大白，都知道你打不着，不想上来了又。上来吧，哎，快上来，上来，哎，阿白要是能上来，估计是能打得着了。上来吧，好吧，上来，走了，走了，打不打得着啊？阿白都上来了，他还睡到眼睛盖上了。如果他打不着的话，他直接就睡了嘛。等得不耐烦了。如果是昨天我们掉个头的话，让太阳早起上午就晒的话，我早就打着了。人家说我们这个太阳能房车，没有太阳不行了。着了，一把着。我就说吧，晒了在前面晒了几个小时，肯定可以的。真的是太阳能房车。人家说的对，温度太低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出发，出发！今天能到冰站了吧？50公里今天啊，50公里，我们要去那个要去唐古拉冰站去看熊。嗯，别去的太晚，人家熊都回家了。不行。今天的天好蓝哦。是啊。嗯，昨天我们就在这里被堵了，堵到晚上了。是啊，堵了两个小时左右吧，实在受不了了。我以为昨天真的要下雪了，可能下一阵就没了。是的，大一点还可以看雪。希望前面不要堵太久吧。堵车是肯定堵的。肯定堵的、啊。为了堵车、哎，我们临时都拿出来了。这个唐古拉山冰站，应该是在这里吧？啊，是，应该是在这里。停车场倒挺大的。嗯。哎，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冰站。哪里写的？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冰站多少啊？4850。4850，跟我们昨天晚上一样吗？对，我们把车停在这个路边上，旁边就是冰站啊，其实还是非常安全的啊。这边还有一个卫生间啊。晚上呢，听他们说啊，就是熊啊会在这个垃圾堆附近啊，就是这种垃圾堆啊。啊，待会儿我们看一下，晚上有车过来的话，我们就搭个伴儿。把车往前开一点，啊，看熊一定要注意安全嘛，对不对？有个伴儿肯定最好的。嗨，你们好。我想问一下，晚上这里是不是有熊啊？多得很。多得很啊。是的。咬不咬人呢？啊。冬眠的季节了。冬眠。哦，冬眠季节它要捕食。那我们车停在那里，怕不怕？停在那边就可以了。停在这里都可以啊。他天天到这垃圾堆到这边吃东西。天天到这里吃啊？对。我们要停到这边近一点，没事是吧？这边的话，直接在车上不用下车，直接可以上了。啊。就看。他不会攻击车吧？哎，不会。他不会攻击车啊。啊。他晚上几点下来啊？晚上大概正常是9点多一点吧。天黑就下来了。一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才是上去。一直到5点多他才上去啊？是的。哇。吃。是的。你更能吃是吧？一路吃过来。那你们像晚上你们敢出门吗？我们不怕的。你们不怕？怕他的。他怕我们。他怕你们。我们给打怕了。他进到我们院里，进到我们营房里面，院里。还进到院子里面？啊。你们不怕？怕他干啥？那我们车上有条狗，如果叫的话，他不会，没事吧？没事的。别叫狗下来。狗下来，它狗一叫，它就它也不攻击狗，但是狗它会拍它下来。啊，下来就会拍它。一巴掌拍过去吧。嗯，好嘞，谢谢啊。大白已经准备就位了，准备看熊了。大白啊，晚上熊出来要得把大白放好才行哈。对。哎呦，大白在这里凶人家狗，把这边狗全部吸引过来了。你看你啊，被包围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你看人家长得这么大个，啊，一点都不怕的哟，嗯，人家都不想理你，你还想不想下去拉尿了哈？
这里是人家的地盘了，我跟你讲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看你嘚瑟的哟，你打得赢吗？啊，你能不能打得赢啊？大白刚刚秀人家这边本地的狗，然后呢，我现在都不敢带它下来拉个尿了。哎，太阳快落山了，我们先去加个油。刚刚去那边油啊，他说是正在加，要等一会儿。我们现在过去加点那个负号的，我怕明天我们想早点走。大白啊，尿都不敢去拉拉啊，都怪你，非要惹人家本地的干啥呢？是人家的地盘，你就不能老实一点？气死人了！那你去加油站那边上吧。啊，到那边远离人群，到那边远离人家地盘的啊！气死了你，去死！加油都排起了长队啊，排到路边上去了。这边加油的确是便宜啊，4.08。刚刚去加油站买了点东西，啊，顺便也问了一下，他这边没有负号的油啊，他只有零号。他说现在这边不用加负号的。啊，那就算了吧。刚刚在里面买了点啊？谁让你买辣条了？我就买了一点嘛。你不是饿吗？嗯，饿了回去吃饭了。要吃垃圾食品。回去吃饭了啊！晚上我们就吃这个了。啊，没有东西吃了。啊，你看大白这表情，什么表情啊？啊，少你吃了，还少你喝了。嗯，这个自热火锅啊。我感觉这里面会，感觉这不是火锅一样的。自嗨锅哦。自嗨锅它好像不是自热火锅，应该是一个汤锅。是、啊。给你打开看看。啊、我去，里面居然是面啊！哦，他放的是鸡汤面，鸡汤面辣椒油，这么大一锅，我以为是火锅呢。哦，下面还有，下面还有一个，哦、还有那也只是一个蔬菜包，蔬菜包，汤是挺泡的，里面就十来克。我以为自嗨锅是火锅的呢，没想到它是一个汤锅，估计是汤锅面，汤面，汤面，汤面。嗯，我感觉这一锅都是你喜欢的。各种干的蔬菜啊，蘑菇啊之类的啊、哦，嗯，蔬菜汤锅，是，也还可以啊。哎，不要碰它哦，已经热了啊。要等15分钟就可以了。嗯，怎么没帮我把白菜放进去？白菜这东西放进去，我怕那个煮不熟。我怕这高海拔它会不会也煮不熟啊？这个应该能煮得熟，自热的嘛，它本来就是半熟了，给你。这是我们中午剩下的炒饭哦，要加热一下。我发现大白今天好少喝水啊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要把这个水喝了。我看你今天都没喝，一半盆水都没喝。哎呦，你是不是又倒了那个不好的水给他啦？啊啊，就是自己的水箱的水吗？没有矿泉水了吗？哎呦，你过来、啊、吧。喝点吧。是不是嫌弃啊？我这里放在这里半天了，我发现还是这么多，咻咻就走了。你倒点矿泉水给他看看他喝不喝？来，给你倒矿泉水啦，看你喝不喝。好好，来来来来来来。来，大白过来。哎呦，你这高盐不喝点水不行的。你看我喝吧，不要拿那个差的水来忽悠他。养不起哦。哎呦，这狗子，你以为骗得了他？哎呦，我怎么感觉这上面都没熟啊？是不是？有一点啊。翻一翻，翻一翻。翻一翻，下面得熟了。翻一翻，再盖盖，嗯，轻点，给我倒出来。哇，我们好久没有吃酱了哈。嗯。上次买的这个。豆豉酱啊，我拿来救一救吧。嗯，我觉得那个锅不知道是不是掉锈的原因哦，就吃了感觉肚子不舒服哈、啊，然后吃了肚子有点咕噜咕噜。嗯，赶紧换锅吧，我觉得。刚买的锅，走个青藏线就给它扔了。在这边偏的地方买的锅，感觉不是特别好。啊，也可能吧。嗯，赶紧换锅吧，换个好锅吧。我觉得这锅很重要哦。嗯。有点煮烂了，有没有觉得？嗯啊，烂了，烂乎了，可能这高盐也没办法控制好啊。是啊，你也吃不下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下次还是不要买这种自热的吧，感觉不是特别好。是啊。